唔係八卦下啫。名咧正，咁乾隆，系咯乾隆咧，啊鬥曬喎 ，hold 定喎 ，hold 定喎 ，hold 定喎，南甲 hold 定喎，哇咁都唔 hold 啊，啊又好嘢喎，不過呢個角度未必睇到，哇我太少啦，太驚嘅啦，啊今次判啱啦。平時我做嗰啲小動作，哦，呢下唔啱時機啊！哦，失撞啊，老弟！好，頭先失撞，又 monkey kick 又失撞，佢只係警告一個啫，係減翻，係減翻一個。喂，立功勝顏啊，老細！呢啲四點再光 Hugo 一隻手，屌謝曬啊！謝曬睇佢樣，我知啊。下邊睇埋呢場，使唔使硬啲啊？一樣啫。俾佢睇埋呢場咯，二打身咯，你幫佢。睇唔係有踢到腳咩？頭先我睇得唔好清楚，我啱啱冇留意到。啊，得 ，OK。哦，鬧曬我老細，即係點啊？算啦，好啊。不過唔緊要啦，佢都 OK 嘅，是打一個啫。佢已經起碼有兩三個犯規喺度。哎呀，靚，靚。哎呀，呢下 backing。裁判正啱望住你都犯規。啊，不過裁判唔吹，冇事。我喺裁判度等鬆手嘅，因為監仗係點都要，我覺得係特登嘅，即係佢見到特登坐水。有啲有奇怪嘅，我有個之前上年又係講呢個啊，有個女嘅即係女嘅師姐啦，打嘅即係肥妹嚟嘅，打另外一個唔知打中唔解中喎，解中面都冇。佢咗牌跟住俾人收張牌，我喺度我喺度講佢嗰個牌，要解爛先得。唔得喎，中咗三分喎。等下，等下塊面。跟住佢扮曬聽唔明廣東話咁，我真係賤到趴街喎，真係用粗口嚟形容佢嘅。咁我收咗冇辦法啦，咁咪食飽輸咯。咁我諗住攞拗到三分都咁好啊，分嘅嘢。哦，喂，拳打頭啊你！兩個喎，你講佢兩個都嚟喎，兩個都有啦。佢唔係計邊個先嘅？嗱，問得好，睇下個嚴重性，犯規嘅嚴重性。如果同時間犯規，佢嚴重性多啲咧，就警告佢，就打分佢嘅。又好老土嘅呢啲嘢啊！嚴重性就係例如我一拳打落頭嗰啲嚴唔嚴重啊？譬如一個我扯你搭，但你火起一拳幫我頭度，我諗呢啲乜嘢啊？有時啲選手噶嘛，突然激興你，係咯，一定有呢啲啊！一定有啊！你用你識唔識用又唔用另一件事啊！一定有呢啲人。十一分啫，喂，仲有得打喎，啱啱咪犯規，啊，犯規，幾多個啊？